这是抗战时期一场中日两军最为激烈的较量。这场较量使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失去了在华北的最后一块地盘。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把这场战役称为抗战当中最大的耻辱，而毛泽东也评价说，此次战役的损失是自上海战役以来最大的损失。而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为何国共两党都对这场战役如此痛心疾首呢？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因居于太行山和华山之间，故名中条山。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都是战略要地。1938年初，中条山老百姓第一次看到大批中国部队开进山里，当时这里的村民杨胜清亲眼目睹了这一刻。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军队，那个军队啊，还是看着就是很整齐的，骑的马有白马，有黄马，穿的衣服呢灰色的，扛的枪步枪，背上了背个大砍刀，看着还是很凶壮的。不久，日本的飞机也开始光临了中条山上空。在封闭了几千年的贫瘠山区，老百姓们从没有想过战争会打破他们持续了几千年的平静生活。抗战爆发以来，黄河以北国土相继沦陷，晋南中条山地区成了黄河以北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唯一一个据点。1938年一月，蒋介石在洛阳召集第一、第二战区的将领开会。蒋介石宣布，反黄河以北的中国军队，不论官兵，绝不能再退过黄河半步，退过黄河就枪毙。从1938年起，日军开始重兵围攻中条山。为了保卫中条山，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专门负责中条山地区的防务。国民政府调集80万大军殊死防御，一场长达3年的惨烈较量从此开始。当时中条山的局势很复杂，除了卫立煌所部的中央军以外，还有很多地方武装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虽然抗战爆发以后，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但多有摩擦。卫立煌曾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当年他曾率部围剿红军。1938年4月11日，为了抗战大局，在参谋长郭继桥的建议下，出任中条山守军最高统帅的卫立煌专程来到中共中央及八路军总部延安，当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出面迎接。自此，卫立煌所部和中共一直互通情报，密切合作，曾一度收复凤陵渡，围攻侯马日军。在此期间，八路军太行总部得到情报，日军有一支庞大的运输部队，要把大量的战略物资从河南的道清路运送到侯马。八路军接到这一情报后，立即通报了卫立煌所部，并配合卫立煌所部行动，伏击了日军的这支运输队，共炸毁汽车300多辆，击毙日军2000多人，缴获物资不计其数。从1938年到1940年，日军为了打通西进潼关和南通洛阳的重要通道，对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发动了13次大规模的进攻。当时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国民政府军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多次挫败了进犯中条山的日军。1940年，日军在中条山多次碰壁之后，暂时停止了对中条山的大规模进攻。由于屡挫日军，中国军队中蔓延着一种骄傲懈怠的情绪，人人都认为中条山是坚不可摧、攻不破的堡垒。很长一段时间，
各个军校学生毕业之后纷纷要求来中条山抗战，中条山一时间成为了全国抗日青年的神往之地。但在1940年初，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被称作中条山铁柱子的孙蔚如的第四军团被蒋介石调离，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也突然被调离，这又是为什么呢？在1949年国民党的全会上，蒋介石当时提出了荣共献共的这个政策，所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这个矛盾在当时就进一步激化，那国共两军的摩擦呢相应的也就增多了。在当时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呢是杨虎城的旧部，在西安事变之后啊，蒋介石对这个第四集团军非常头疼，因为这个部队呢一直以来都和蒋这个都和这个共产党啊联系比较多啊，很多中共人士都加入了当时的第四集团军。此外，由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多次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认为呢卫立煌是反攻不得力，威胁要撤去卫立煌河南省主席的职务，卫立煌因此一怒之下躲到了峨眉山。卫立煌离开后，蒋介石派国民党军政部长官何应钦负责第一战区的中条山军事防务，而何应钦对中条山的防务却是一无所知，他甚至都不知道哪支部队在什么地方。而正在此时，日军正在制定一个更大的进攻计划，决意斩断华北日军占领区的这根芒场。1941年5月8号，华北日军调集10万余人向中条山发动了第14次大规模进攻。战斗尚未开始，日本就已经把部队空降到了中条山中国军队指挥部附近。不久，日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兵分数路向中条山的中国军队发起了空前猛烈的攻击。日军此次进攻前曾对中国军队的防务做了十分详细的侦查，开战伊始，日军的首要目标便是瘫痪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日军摧毁国军指挥系统以后，发起了又一轮的凶猛进攻。日军第35师团主力、第21师团一部约25000余人，在伪军的配合下，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孟县进犯。在西线，日军第37师团主力、第36师团一部等约25000余人向张店镇进犯。北线，第41师团及独立混成第9旅团共约3万余人，以中央突破之闪电战术，由横岭关方面向横原大道西侧猛攻。东北线，第33师团一部约4万余人向董峰镇一线攻击。就这样，日军将防御中条山的中国军队分割包围，接着日军开始占领长江沿岸的所有渡口，切断了国军的退路，同时也切断了国军的后勤补给线，把国军80余万国家部队困死在中条山区。中国部队在日军猛攻下纷纷溃散，丧失战斗意志，失败已成定局。第一战区长官部已无力回天，最终下令部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就在中国军队遭到毁灭性打击的同时，防守中条山南线的伍世敏第98军还在与日军血战。开战以来，日军遭到了98军的顽强抵抗，98军在连续的7天抵抗中击毙日军大佐滨田，击毙日军数百人。当其他中国部队纷纷向黄河南岸突围时，伍世敏却率领98军向北挺进，进入日军后方，进入太岳山区，并成立抗日武装政权太岳区党政军联合委员会。这也是自中条山战役以后，在黄河以北国民党部队留下的唯一抗日游击部队。
中条山战役最终以国军失败告终，使其国民政府失去了在黄河以南的最后一个军事要地。而对中条山战役的战斗损失状况，国民政府始终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战后据日本《中国事件陆军作战史》记载，在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战死被俘共8万余人，仅战死的将军就有数十人，而被日军残害的百姓更是不计其数。